其实朕相信你会成为大辽最好的皇后。楚上过誉了。朕看到你的第一天其实就已经决定了。你看这个。或许是天意吧。这个双鱼玉佩救过朕的命，所以朕愿意等你，一直等到你愿意接受朕为止。主上不必等，臣妾是主上的妃子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臣妾听着便是了。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？主上求人得人，想要臣妾做什么尽管下旨便是。那朕让你侍寝呢，你也奉旨而行吗？